在。来、啊，在我们野区啊，在我们野区。这 AI 他这个 Q 虚拟没了已经。哎呀！A 他，别后退！来，越了，快退线 ！OK。大爷来了，可以干，杀大爷，杀大爷 ！OK。再看！我虚弱了 ，AD。我操！闪现 AI 往前走。他死了。他没闪的，大爷的。我来看，哎，打野在干嘛？哎，打野人呢？喂，中了，拿，我扛，先拉扯一下兄弟。哇，没事，好、啊、不行啊，不行，得等打野，打野两个技啊，再行 ，OK， 继续吧。A 他，贼，打他 ，A 的、okay ，我够不到，推线，没推到，推了走了呀，这么刺激吗？我跟叉 P 玩从来没这么刺激过。这是正常操作啊，因为每天天又没好好看组牌，又没好好学。我天天在学啊。你天天在学，这是你的学习成果吗？那不应该啊。等一下拉扯，先拉扯，打这个上。哎。我拉吧。我服了，杰斯还有闪，兄弟，我也无了。他为什么走下来了个杰斯啊？兄弟，对面五个，不叫闪了， okay， 给他闪。怎么杰斯上单能走下来啊？不知道，兄弟，这杰斯被单杀了，然后还有双招是什么鬼？我的靠！我到了 ，OK。全部结束。我死不了。我在控他，没他吗 ？Nice。这闪现没问题吧？闪现干啥了？挡技能呢？挡 Q 了吗？一直在 Q。没有吧？没挡到，他没用 Q。闪现救我了是吧？对。好救！我虽然没有看到你干了什么，但是我只能说好救。感觉他快要 Q 了，知道吗 ？OK。哎，啥？你好像也要没。哎，跑掉了，给个虚弱给他一会儿。A 不出来，快跑！哎，兄弟。哎，他闪现没 A 到。只要你拒绝服从，你就仍然算是。开个比我快的，先草里。无人坐在充能。哎呦我操！来，再赶。打。一直没闪。Okay。 推，直接推这种，直接 A 兵。Okay。 往里回血。EZ 没闪，拉扯。坏了！我操，你是真不会啊！你是真不会拉扯啊！坏了，我没拉好，我的了，我没拉好。这一波能挨一下他都不是人啊！算了，你是牛魔兄弟，没关系。哎。救！我来救！打死不了。
这我没办法。来，我在扛塔帮他杀了这一贼兄弟，我只能帮他了。完了，没事，还行啊，就 A 塔完。哎，杀我这个，杀我这个，我这个位移加成没用。就这种，我虽然能 A 死他，但是你跟那个 EZ 打也没什么必要，但也无所谓。对面也不会玩。派克没事，这不可以打吗？再吃一波。派克没事。来来来，看他看他，哎，难道他来了？我来看，杀他，杀他，杀他，顶他，死不了。哎，顶顶顶。我傻逼了，没事。我操，卡平 A 了，说是这视野，一再没大的，可以直接这样回。没事，卖一波。有没有一波是你吃技能把我把对面杀完的呢？睁眼给一个在地上会死吗？我没睁眼，我在拉扯。我技能吃完，这波尽管尽力了你。我绝对吃完了这波。可以的，你这波尽力了。我能回，我能回，不用比。哎，黑塔，完了。哎，沉默了，沉默了。牛逼，帅。这也帅吗？还没死呢，这都不帅了。在这儿翻出来，弄你！茄子要来一炮了，兄弟！不死不回吧？不用回，不用回，我能奶，我能奶，我马上到。茄子在这儿，茄子在这儿后面。我能奶，我能奶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好，我还能奶，好，我回了，要逼吗？回了，买无尽啊！我刚刚是差一百才没回的。TP 走了，哎，我再加绿泡泡，来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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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哎，中了，中了，外面难道我这个虚弱有吗？没有，没没没没没，没有，我没回血，没办法，没事，虚弱的。给他杀呗，那怎么办呢？来吧，预判他一，这个这个这个 ，OK， 来、就完了，五只，我们就两个吗？完了，我们俩送了，对不起，快走兄弟，不该不该送，快走，一，我操，帅，好一。坏了，送了苍狼，完了还给他视野，完了，送了波大的兄弟，
还好吧，没楼，无所谓的。算了算了，抱他们，我俩没有那么猛，他们主要是五个人都能切。别打吧，我们上单没踢啊。没事，反正可以四打五。看一下我这儿吧。OK。哎，这有个人，中了，杀，给我虚弱，别怕。一波吧。你说我们三个，哎，难道没死啊？开弄。哎，难道是？我操！要追这个吗？看一下，你就走前面去卖兄弟，我能杀完的，真的，你不用退，他们敢开的我就杀完了，你不用拉扯。没事，我杀完。牛逼！乖乖，他伤害这么高啊，这杰斯。是的，主要我脆。干嘛？哪？他们在干嘛呢？有个视野。没事，让他们吃，吃完杀了。哎，中了一波了呀！把他们杀了。把他们杀了，把他们杀了。OK， 我走这儿。Go go go！ 来，这卡特也可以啊，都挺会玩的呀。对，我感觉这分段还可以啊，有点简单了呀。我感觉好像跟水平真跟你差不多，不开玩笑啊。